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vi， 又好几天没有更新啦，你们想我了吗？今天我要开一包新的粮，因为之前的已经见底啦。拿出之前装粮的罐子，再拿出一个碗，把之前的粮倒在碗里面，再把新打开的粮呢装进罐子里面。哇，粮仓又满啦。然后呢，我们来配个粮。首先呢，先把以前的粮先配一下，栗鼠两勺，这个呢是卡库粮哦。然后呢，把剩余的之前的粮倒在新粮的上面，这样呢便于我们先把旧粮吃掉，以免过期哦。装了满满的一罐子，就喜欢这种满满当当的感觉。然后再来一点速食锦，14种野菜来一个，胡萝卜籽来一片，每一粒维持雄粮也是来两颗。小麦胚芽营养丰富，来一点哦。自己烘的柚子皮干，来一点。冻干鸡鸭肉，来一点。再来一小勺蔬菜草圈，这个是原味的燕麦片，来一点，他们很喜欢吃哦。乳酸菌保护肠胃是不能少的哦。还有 VC 片也是不能少的哟，一鼠一片，然后给鼠来宝加一片保护关节的。看一下，搅拌一下就可以去味啦。哦，等一下，桑叶卷还没有放哦，每鼠一根。好啦，这次配粮就结束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